厉害呢？我才来呢，是陆王长。无常暴风，不择贵贱。新款手包。哎呀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了。好吃吗？馋死他啦！你闭着嘴。嗯，你每次都是用这个骗青青的吧？不是，之前都是他自愿的。呼呼，回来，回来，不许过来。回来啦，过来，上来，来，回来了，馋死他，还看呢，还看里面有啥，傻子，小傻子，呼呼，干啥呢？干啥呢？不许咬，不许咬。你去跟毛毛玩吧，去找毛毛去。呼呼，抱了一下午了，嗯，是不是？下来了。洗澡洗的裹着毛巾就睡着了，可爱的一个人，小朋友和我的脚一样大。